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。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。一本，1 2 1 2 1 2 3 4 1。你我似繁花流水，似尘埃落灰，情深一往昨天追，愿此生不再举杯送谁，听好人类只叫余生做结尾。我在王一博的含金量还在上升，27岁的年纪就拥有了别人8辈子都学不来的精彩人生，真的是小说都写不出来的履历。4年前的摩托车被恶意铲车，到如今霸气回归勇夺冠军，作为粉丝真的是只有震惊再震惊的份儿了。最主要的是王一博作为顶流明星，每天的行程几乎都是满满当当的。还记得米兰时装周，王一博刚结束活动就火速来到珠海练车了，明明训练时间很短，却能顶住压力翻身，真的是想都不敢想的存在。一冠一啊，咱们博弟真成 next level 了，这让那些小黑子们还怎么喷。要说咱们一博那可是各领域全方位的强，上节目综艺明明是现场毛巾最多，却被节目组搞黑幕成了最后一名。最后一秒选东部，今年的东部赛区真的是一个福地。公布结果的时候，几乎每个人都大气都不敢出，但一博没有选择自证，而是选择继续挑战证明实力。都说在底层开始打才有意思，王一博一连用好几个表演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，并且成功夺得了冠军。这是什么逆风翻盘的爽文大男主剧情啊？早年做爱豆转行去拍戏当演员，拍一部戏就伴随着无数的谩骂，别人说他面瘫，说他台词不好，他就摇着筷子自己练习台词，后面成就了追风者的台词名场面，出入电影圈还成功获得了金鸡奖的提名，是无数导演都忍不住夸赞的存在。陈二导演在跟他合作完无名之后，更是点名下一部电影人鱼就用王一博，别人都不看好你，可你偏偏最争气，这一刻真的一下子就具象化了起来。这些年来，王一博一直都在不断破圈，从爱豆到演员再到赛车手，上得了大荧幕电影，也拍得了纪录片，当得了内娱顶流，也不妨碍他驰骋赛场。其中经历了不少的谩骂和误解，但他从不在意外界的声音，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打碎重组，就如他在纪录片中说过的，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我只是知道是时间的问题。时间逐渐向我们证明了王一博真正做到了用实力打脸黑子，已经越来越期待王一博的表现了。在车队练习的时候有练过一两次的滚动发车，然后也包括在模拟器上也有练过发车，然后包括跟我们的队友们也一起练过一些模拟发车，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实战去做滚动发车，我觉得还好，没有特别的紧张。对，然后心态很平衡，没有特别紧张。那对于两位第一次这样默契的配合，给自己打几分，给彼此打几分？我觉得我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。对，及格分吧，及格分。一博
依然是非常的谦虚哈。那其实还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注在昨天最后几圈您的表现相当出色，防守的特别的惊艳，所以想问一下您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什么样的？哦，其实很紧张的，因为像之前在摩托车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后面的人，这样子赛车不一样，可能会很下意识的一直会看他在哪个位方哪个地方，然后准备进攻什么的，所以会很紧张，但还是想保留住自己的位置，所以做了一些防守的线路。对，嗯，好，了解到了。那很多粉丝其实对您的期待就是安全完赛，但是没想到一下子拿了这么好的成绩，在第二回合决赛直接拿了胜利，我觉得我们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双方，我们拥抱一下是不是？ OK， 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恭喜孙教练，恭喜一博完成了朱令三组别的冠军，再次恭喜一博以及方教练获得了 GTFC 第二回合比赛的冠军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。还不是一卡，我这是咱的车，一博现在表现的也是比较兴奋，刚才也是在和同车队的队友陈建松在做比赛的交流，讲到了一些入弯出弯上的一些心得。对，本来我因为你在那个你三出来的头上能加，对，你就感觉你就那个大家观察的还是高加哈，我也不错，现在你现在其实你是一万加十万加十万，所以我刚刚就刚才跟你说的是啊，是直接的，是啊，你是能敲到的，这个。第二单你跟着好哇他在一打我们呢，你跟你去了你跟你说你就是唯一的王，冠军之路是热血与汗水的交响，每一刻努力都铸就了今天的辉煌，不惧风雨，不惧挑战与阻挡，因为你是冠军，你是不可阻挡的力量，歌声响彻云霄，传遍四方，告诉世界这就是冠军的模样。你有其他的职业上的规划？我之后想做赛车手，好像以现在的年纪去做网球运动员或者是滑雪运动员都有点难啊，赛车手是可以实现的。王一博，
王一博，分享分享，我的天呀，你太美太好了，我自己放呀，我也要吃你，我的，你看我呀，太护士了，换手机。好牛逼！王一博，王一博，太牛逼了！And it goes like this. Says it by the tongue and I know you. Kiss me till you're drunk and I'll show you all the moves like Jagger. I've got them moves like Jagger. I've got them moves like Jagger.